笑话，昨天月我心，小雨今仔日受这个模样，你讲你娶的对啊？当初天就出嘛。是啊，那安尼先，不要紧嘛，我嫁你。啊，我说你来做啥话啊？不怪，不怪你会感觉代志来变安尼是啊，因为这两个是我的叔姐，不但叔姐，佫是结拜的姊妹。结拜姊妹，刚才是不当白的说，你下山的时阵，因为伊依然是啊，曾经讲过，下山了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三位姐妹要当配一婚，想袂到结婚这么奥妙，你传给我两位叔姐，佫是算荣幸。我嘛希望嫁你，这个木灰是缘分，要甲咱白做伙。若是甲别人，我都无爱讲嫁。要是迄种为事者，我愿意甲伊当配一夫。是，缘分啊，这么些苦吼，又唔过杨总。哎呀，你是安怎？我已经愿意以你为妻啦，你今天唔够什么呀？这皮衫你敢买？我就讲我买啊。啊，唔过，因为我唔敢。我上届万分的就是董春天，当时的奇妙，这个民宿嘛偷偷登来，我娶你嘛无意思嘛，阿变那偷民宿，叫我多帮忙我。好，我得问你啊，你讲我听。我听你听。嘿，也无，你着看先我，我若先讲实话，我才有可能变到你董春天，变到这个水平啊。我心转你，你心转我，那也你也可有？哎呦，我这个姐姐啊，谁啊谁啊骂我？那为什么呀？你敢猜我这个烟倒了啊？我步步困难啊，是困难啥？你敢猜我上街半土做苦大人，甲同村人共生生，卖什么意思？甲我泼乌目水？我正是娶你啊，我大大的身份啊，予伊期待。你无用我说输来用钱，这点我嘛为你出主。你头天乱报天，我今朝我的父王，父王一定会为你出头露底。你讲啥事？阿哥有无？啊，阿哥有啊。无啊，系啦。阿哥，我来送你到等来去啊。我到等来去。收诶。